块卷，还有我们的蛋糕。那看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欢乐小朋友的话，有看到我们在做那个套印我们的这个围裙。今天都是呢，所有的这个小朋友，因为后天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那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我们本来以往都会有所有慈幼周的活动。那今天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扩大的来让邀请所有的家长爸爸妈妈来这边参加哦。那所以呢，今天这十二个小朋友呢，他们在学校里面做的成品包括了我们的看到很多的漂亮的植栽，看到我们的饼干这些东西。将来今天晚上回去都会把它带回去送给我们各每一位小朋友的妈妈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那这也是一个小朋友们把他们所学的他们的这一个成果利用这样的一个有这一个他们展示他们的教学成果来呈现给妈妈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一种另一个这一个表达对妈妈敬爱爱心的一个表现。那看到了小朋友们每一个都举着一个肚子，那这个小肚子的上面呢，衣服里面呢放了一个气球，那这个呢也是在体恤了妈妈怀孕的时候的一个辛劳。虽然是一个小气球，但是呢这也是老师让他们能够知道妈妈怀胎十月挺着肚子的时候的这个艰辛。那对于在他的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妈妈给他的照顾，给他的关心，我相信这也是小朋友他要经历的。那所以呢，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希望能够表达小朋友们对老师对我们的妈妈们的一个敬意跟爱那个关的尊敬。所以在这边呢，要感谢所有的妈妈那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那也祝这些小朋友们呢健康快乐的成长，也感谢大家，祝大家平安喜乐，谢谢大家，谢谢。